教室学习的小朋友们，将心里的感受以及所想的做成乐曲，并由自己演奏。今年我们收集到了1000多首的乐曲，其中报名本届学 OC 的共有165位，并且已经于去年的8、9月份分别在北中南3区发表过了。今晚演出的小朋友们是其中甄选出来的52首中的13首曲子。在挪威的夜空，看到满天的星星闪亮舞动着，好像在开 party。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由吴优小朋友所创作的钢琴联弹作品《挪威的流星雨》，和他一起演出的是王彦君同学。